青春献给小酒桌，醉生梦死就是喝，剩下两句没学会，只为自己乐呵呵啊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可不能丢了，哎呀，这是我的命啊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再喝酒你就别回来了。谁让你跪下了？我让你过来。诺，我给你喝点。你起来。我不。我让你起来。你还没说平身呢。你再不起来，我找他呢。我自己来。瞅着你一天啊，成天到晚交一些狐朋狗友。说吧，今天跟谁喝的？狐狸和狗。我问你姓甚名谁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跟人一桌喝酒啊？拼桌。一个人喝的？尽兴。喝多少啊？嗯。这啥意思？四瓶啊？嗯。四箱？嗯。你到底喝多少？无终止的喝。喝就完了，尽兴。哎呀，老公啊，晕不晕呢？那你喝酒才能不晕吗？哎呀，钥匙没弄丢吧？钥匙能弄丢吗？钥匙在兜呢，这钥匙你能弄丢吗？媳妇儿替你保管啊。你看我这媳妇儿、哎，老公啊，媳妇儿陪你出去溜达溜达，醒醒酒好不好？这媳妇儿是真好。你看，这辈子就怀孕。慢点啊、哦！哎呦我天！慢点慢点，待会儿看脚下啊、哦。贤妻良母，哎，出去吧你。上当了，媳妇儿，你把门给我开开。不开。你给我开开。不开。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就不开。哎，那媳妇儿，那我给你朗诵首诗啊、哦。啊，英林鸡翅印苍苔，小口柴扉久不开。春山满园关不住啊，妈呀，一只红杏出墙来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啊？出墙来啊？我说我很荣幸出墙来呀、啊、很荣幸。哎呀，大半夜喝的，媳妇离我远点。像不像话、啊、这行不？ 你说你这呢？这也挺好。回边去，这是最棒。我让你离我远点，我让你离我那么远了吗？啊，你咋这么气人？你给我过来，来。哎哎，你啥时候把头发剃了？秘密给我剃的。你跟秘密过啥？我跟秘密过啥呀？过不一块儿。我想亲你。你认为我能让你亲不？我认为你肯定是不能。哼，那咋整？那咋整？结婚证呢？找结婚证干啥呀？手续不全不让亲呢。这咋整啊？说啥呢你？咋整啊？你咋那么笨呢你啊？我说那意思是你这上来那开始就亲呢？那咋的？还得我喊预备呗。啊？那熊凯到。向左向右看，停火令都有了。目标王思梦，预备，亲。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。等会儿，不是你这是干啥呢？唱歌呢？那可不行，我告诉你啊。你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你唱歌，要么亲我，你选吧。我那我选唱歌。来来来来，媳妇儿，你呀终于给我回机会让我唱歌呀！哎呀，媳妇儿，这给我练半辈子了，老好听了啊、哦！你看老像你这么唱，
爱上你这样的女人，每天每夜为你伤身，哪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我会爱你到永远。真的？不可能。哎哎哎，姑娘，起来！出去吧你！乐极生悲。媳妇，你把门给我开开啊！不开。开门。不开。开门。不开。你不开开门，我就在这儿敲。你不开开门，我就使劲的敲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开门。媳妇儿，放牛！你再怎么敲，我不给你开。你不给我开，你不开，那我试试，我敲邻居家门，看能开开不？站！没走多远呢，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大半夜你敲人家门，你咋想的啊？这敲，你给我进来，进去。你让我出来就让我出来，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，我还不进去了呢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就喊仨数，你就必须给我进来。你别讲这事。一，不是，二，一，我进来。好，都没有喊到三，这整不了你了。我的妈！行了，别闹了，赶紧睡觉去。这我可睡不着了。你咋越折腾越精神呢？媳妇儿，我给你送个礼物。哎呦，能给我啥礼物？媳妇儿看，啥呀？这老好，看，哎，这么拿花瓶，这么拿宝莲灯，这么的葫芦娃，好玩吗？这就老好了。不好啊，媳妇儿不好，它还能变。看，妈呀，到海边了。我在这老苏家屯子待这玩意儿，我是不是有病？不是，你可以带他上海边子。你给我上一边子去吧，还上海边子？你就带我去过街边子。哎，媳妇儿，其实咱俩在一起还挺幸福的，对吧？这一年你跟我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从来你也没有过怨言。老公今天发誓，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在我心里就是。今天我当你面，我说出来。别说了，媳妇儿，你就让我说吧。你不用说，你就让我说吧。那你说吧。过够了。徐永凯，不是，这你啥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不想好了你？你给我出去！啊，出去！诺。哎，这多好，再也别回来了。哎，这回我算净身出户了。哎呀，赶紧啊，那个媳妇儿啊，其实呢，今天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我呢在外边安了个家，离这个城市不远，3000多公里。没啥事呢你就过来啊，应个门。熊凯，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我认识你就算我瞎了眼。你给我滚，我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不是别呀，这好聚好散呢，我还想再搂你一眼呢。哎呀，你那是不敢见我了吧？我不敢见你，我见就见。那你把门给我开开呀。我开了能咋的？当当当当当。这啥呀？这啥？你看是啥？不动产权证书。这啥呀？俗称房本。你真行啊你，你真有家了。我不光有家，还有女主人呢。真不要脸！你看看女主人是谁？我看，我弄死他！我死我是谁？我。媳妇儿，这咋回事啊？媳妇儿，哎哎，别跑了，你给我跑醒酒了。哎不是，这是要气死人了！哎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啊！我们公司明年要南迁了，我就在那边买了套房子，因为时间太紧，没来得及和你说。你骗人！你刚才还说跟我过够了呢。我是说这种漂泊的生活，我过够了。我也过够了。房子在哪儿啊？谁呀？多贵呀！
边上。哦，咱俩是苏家屯区呗。你可以这么理解吧。行行。但是房子不大，35平。够了。400落地，没有装修。不用装修，不用。水电都特别贵。不用水电，咱顶了。顶楼。爬，硬爬。老公，咱是不用总搬家了，对吗？不用了。咱不用再交房租了，对吗？不用。我能在墙上钉钉了，对吗？能。你干啥？你别动！干啥呀？干啥呀？老公，我爱你。啊！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气我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？原来你早有预谋。不是你啥玩意早有预谋不预谋的？你干什么玩意老给我关门外呀你？不是外边多冷，你知不知道？来，你出来，来，你看这外边有多冷，多冷！你还完事啪把门关上，你还……媳妇，你带钥匙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咋整啊？咱俩买机票去。去哪儿啊？去三亚，苏家屯。我的妈呀！